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亮维。今天呢是星期六，今天想要拍的就是一个简单的 vlog。 我等下呢要和朋友一起去吃个 brunch， 然后庆祝一个朋友的生日。然后这个 brunch place 呢是叫 X23 Asian Fusion， 然后这个 cafe 呢听说是马来西亚人开的。然后我再看了一下它的 menu， 就是有融入一些 Malaysian 的 cuisine 和西方的 cuisine， 这样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等下就要去 try 看。然后他们有一个甜品呢，就是叫阿邦巴雷，就是我们每次吃的那个米浆粿，我是叫米浆粿，有些人叫阿邦巴雷，就那个里面有花生的。然后他在那边还是做成一个甜品，就还好像有放 ice cream 啊之类的。等一下我们就会叫那个 for 我朋友的 birthday cake 这样子，所以呀，我们现在就一起出门吧。然后我跟你们说，因为我的房间的那个 lighting 就不是很好嘛，因为我这边是背向阳光的，背向太阳的，所以那个光线不怎么进来。然后呢，之前呢，我的那个灯哦，是它的那个那个里啊，那个灯的那个盖是属于蒙蒙的那种，所以哦，每次晚上的时候我开灯，它就会很暗。然后呢，我现在开着这个灯，因为一下要拍一下影片嘛。那天我终于叫他来换了，然后他终于换了。还换成那种比较透明那种滑滑的 material， 所以现在房间非常的亮，我很开心。今天带这个 bag， 先是你带着钱包，大家看，这是我那天在我在 Uniqlo 买的，有 offer， 那个扣超赚到耶，因为它就扣超多的，而且我就是要找这样子的扣，所以超开心。然后它就蛮适合 outdoor 天气啊，因为它不会到很厚很厚那种。然后 Sydney 这里就不知道超级的嘛，所以就还蛮适合这样子的冬装的。你看超可爱超漂亮，它就这边可以把ribbon 也可以从后面绑起来，我们就出门吧。Avocado and cheese, that's $41. Where's the cheese? This is the cheese. It's melted cheese. But they melt and put it like the spaghetti. Wow, fancy.Always two dishes. I feel it's not enough for me. I'm still gonna order. We have dessert. We can walk around and see more food. You know the cutlery. Oh my god, but this is for 41. I'm not even. Don't say in Gringo show when I'm carrying this stuff. Thanks, bro.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Shopping. Vivian. Vivian. Hey. Hey. Wanna see?How was it? Just one. Don't eat eight. Are you done? How are you gonna peel it? I'm gonna peel it from the outside and eat it from the inside. Bye bye. Wait.Just tastes a bit funny. What do you mean? It's a bit funny in a sense, like Yaku win matcha. I'm trying to finish because it's so. Oh, I'm so tired.
Nikki, I'm happy. Break of day. I'm broke. Bye bye. Hello， 我回来了。现在给大家看看刚才买的东西，买了一个围巾。其实我要买围巾很久了，然后之前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刚才在Muji有看到一个，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太薄了，就没有什么作用。然后我看到这个在Zara，超漂亮的，还有一种很 vintage 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也可以就是在房间，因为有时候房间就还蛮冷的，就是 heater 有时候会很不舒服嘛，因为会很干。我就想说也可以披着这样。对，它就是噔噔这种比较复古的感觉，我觉得超好看。噔噔，来给大家看。就是要配那个裤穿会比较好看，就这样。然后呢，还有买了，这个是它下面是 wide 的，就是穿起来它下面是宽裤那一种。就我找这种裤子好久了，然后还是比较属于西装裤这样子的，看，那就还蛮长的，很适合我。因为我每次我买裤子哦，都找不到我的 size， 你知道吗？不是太短呢，就是太松。你看我这件裤子啊，它的长度是刚刚好，不过呢，它就是太松了。然后我一些裤子哦，它就是那个脚这边就会太短，我就很难找到适合我的裤子。然后还没有完，我还有买了一件裤子，我这件就是有很多洞嘛，而且它 fitting 就有点松，所以我要买一件就是没有洞了，因为这洞哦还是会进风，所以就有点冷。而且它下面也是就是宽裤脚，然后呢这些裤子全部都 offer， 所以就买到来就还蛮便宜，我就觉得可以买。而且就 Uniqlo 的裤子还蛮好穿，可以穿很久。我之前的那些 Uniqlo 裤子啊，就是穿真穿超久，三四年都有了。然后我刚才去啊Daiso 买一个这个，这是做那个饭团的。我其实想要找这个东西找很久，然后刚才在 Daiso 看到有点太可爱了啦，可是它只有这个，还有两个就可以做饭团，就很方便的一个食物。过后你们会在我的 vlog 常常看到它。对，还有买一个糖，就这样。这个糖没有吃过，现在开来看一下。就我觉得我每次啊，就如果是读书或者做工啊，就是很长时间，我一定要咬一些东西了，所以就买了一个糖，很香哎！噔噔，它好像薯果酥，很硬啊，很香。对，介绍完了，这是我今天买的东西。好了，那么呢，现在我要去。剪一下影片，然后等一下呢，然后晚上应该是要跟朋友一起吃。你们不要看晚上每天出去吃东西这样子，只是因为我都是选那些我比较有活动的天来拍给大家看，要澄清一下，不然等一下我爸爸妈妈还是以为我每天出去玩。现在剪一片一下，大家注意吃东西。对，这就是等一下的行程。Pickle 超好看的，这上衣也是 Uniqlo 的，我很久很久以前就买了。